即嘛那个对这篇《地方大书》哦，伊另外一个名叫做《装备禅师》安尼吼，对这篇文那个来解释一下。咱谈到是因为咱有讲过吼，伊这款的看法哦，比较对这个禅修甲顿悟吼，伊较有中肯的看法安尼。因为是安尼啦，这个佛法是随机开口。你今仔日要叫迄个初级的人吼，你要叫顿悟，这是无可能。一定要了解这点嘛。啊，你若讲对伊已经发大心，有相当的境界啊，当然是爱该用这个个禅的思维修好修。重要是伊一定爱开悟。但是这个地方想出，伊是计讲小梦的中间吼。是生活是妄想，这头毛讲过。但是修心是修唯识之心，就是正度业性。所以到尾佮讲啊，佮讲安尼，讲到底爱坐啊，唔免坐。啊，所以佮讲证明，就讲《维摩诘经》内底讲不必坐，但是不必不坐，我那唔是无坐。所以这句话就讲坐甲不坐吼，任着自己看的这个人是大乘根基，那么若是大乘根基，佫叫伊坐也唔对，因为这个佫当初吼，这个优婆离有甲佛陀讲迄个弥勒菩萨不断烦恼，不修禅定，先那开讲伊来世就要做佛，所以这个优婆离的看法就讲，无断烦恼无坐，就是等于唔是修安尼。是因为弥勒菩萨是一个波斯菩萨、顶格菩萨，所以现在用着伊自身的心来去看伊嘛。所以伊唔知讲弥勒菩萨唔免得坐，那得搁坐，伊那得搁断烦恼，啊、哦！所以唔敢去讲，如果那是亲像优婆离，伊无坐搁未使。那弥勒菩萨是不修禅定，啊、哦！啊，你若是讲用优婆离来讲，伊个无断烦恼袂使。唔过弥勒菩萨是无烦恼通去断啊，伊已经顶格了嘛，一切已经要变成大圆镜底啊。所以这个坐甲不坐吼，看众生的这个根基啊，加那是根基改加，义叫做中这个意思。哦，你若是无中先吼。佮教拢无路用，所以唔敢去讲小乘的人，你教小乘发教；大乘的人，以大乘经教发教呢。哦，这些讲安尼啊。那么下面这段，凝心定运心吼，各量实性安尼。这个凝心是啥话？就是修定的意思，安定这个心。那么运心就是思维，运心就是思维心。思维心就是，比如讲吼，参话头，那叫做思维心；禅宗有一个叫做参话头，我那叫做思维心。比如讲，师父用一句话，他改讲，你就会参安尼。啊，再伊就开始想，迄个叫做闻心。今仔日经典来去看，你好好去体会，去进入去思维，这个叫做闻心安尼。不过我这想吼。你要智慧开发，要智慧开发咯，应该在我个人，就是你今仔日对经藏来运心，可能较紧。咱知影吼，来运心可能较紧。咱这个经典吼，咱头前遐有讲到五分发心香吼，五分的发心香，即句话我即摆用这个小补充一下哈。五分发心吼。头前遐有五分发心香，五分发心第一就是戒，第二定，那么第三慧，第四解脱，第五。解脱之见，
安尼。今仔日好多先，那照讲吼，你要达到解脱之见，这个解脱之见就是孝弟弟，孝弟弟吼，唯佛尊有，这个就是孝弟弟。二弟的中间这个孝弟弟，安尼。但我即卖要讲吼，任何一个修行的人，咱咧长期究竟的这个目标是到达到这个水准。这个孝弟弟讲第一切法的意思，但是这个解脱，会记住咯，这个解脱就是断除烦恼、净心吼业性。就咱头摆计讲迄个净心业性哈。那么这个就是证无生法，这个叫做啥根本地。这个根本地哈，合解这个时间呢，但是现在了吼，咱现在来讲吼，最首先的渐处行，而在众生吼，你爱甲教伊修改，这点第一步。比如咱今仔日拄好去学，咱现在未开悟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咱的业识无量，业识无量对对来，就是丢迄个恶业来，对恶业来，比如讲我今仔心会乱。要安怎样修改拜佛安尼念？吼、哦，拜佛你心就会安息落，会静落。吼、哦，啊，当然这段伊个甲咱教是讲你爱创啥？爱修定嘛。但修定你若是无一个改的基础，无对这个佛法完全精通，你袂落坐，伊个坐袂出境界出来。所以我现在跟诸位讲一个第一的基础，比如说我今天有两句话跟大家讲，这个当然和非有相关，有的讲不出来，咱还讲得出来，当然这个智慧有差别，但是这个智慧对对来，当然是对最首先是净土业识来，所以你有如开悟为如者嘛，我为如者你听不懂，如有辩才，听吼，你若是如开悟，话如讲会出来，话讲会出来，就代表你这个人有一个水准，比其他法师较特色，有一个水准。那么这个对对来，注意一节，对定力来。所以你若是今仔日无定力，你飞袂开。慧如开，定力如有，刚经辩才无量，吼、哦，会当举一反三，闻一知性，你会当来帮通，真正法义你会当帮通。所以今仔日定无慧对待来，对改来，这个是最基本的。所以经典中，无论是人天道。啊，是菩萨的基础，一定离不开十善界。有无？有讲过好无？有。所以今仔日渐处修的中间，你要叫你修改，无一定你修会起来，但是一定要不断的甲鼓励，甲鼓励、鼓励、鼓励。伊若是愿意接受咱教育，总是伫迄、那个，唔捌字，加加捌字。唔捌理，加加加捌理，啊捌理伊个有差别。如教伊如接受，如教如捌理，迄、那个理如细微如怎样？解头啊是初初，那会修那袂修，到尾自然就修甲真精密。吼、哦，安尼修甲真精密，一切业识拢总是净土。那么你今仔日
在这个根对顶，这个外五根对外的，咱人的这个新的五根对外五顶，可能在这中间你较袂产生到这个叫贪着生性，自然灭啦。咱讲真系自然灭，啊，自然灭了后，你看到这个顶，你就有顶。你即马较思维哈，小思维一下，有顶，人如顶飞如出来。所以到将其求见甲开悟无相关，因为无智慧袂当证无相关。你来注意一点，哈、哦。所以这个证无相关，这个叫做根，这个叫做根本地，会记住咯。但是这个不是究竟啊，这个是较初地，会欢喜地证无相关，这不是伊尔，啊，还有十地要行。所以开悟无相关了后。现在这个解脱就要渐渐就要正正业识哦，安尼才会当解脱。唔是非，唔是正无生法就解脱了。譬如讲正无生法，以二生啊，搁七往来，安尼解脱未？阿未？会解脱了，但是阿未实在解脱。所以从苏德凡、苏德含、阿那含啊，达到这个个。迄、那个阿罗汉，安尼阁行行到七地菩萨的水准，安尼对不对？我讲对不对？有甲恁讲过就是安尼嘛吼。所以迄个算起来，阿罗汉到七地菩萨的水准，才是真正的阶段。迄、那个叫做不生，也叫做应供，也叫做杀忏嘛。所以这段才叫做解脱安尼。对吼、哦，要注意哦，我发现的变化出来就是安尼啊。但是即马来哦，唔是安尼尔，因为阿罗汉的阶段。甲菩萨七地的水准，菩萨本身七地的水准哦，但是伊还阁无达到解脱之见，因为解脱之见就是晓得的，就是见一切法。所以这个解脱之见唯有佛尊的水准，要注意一点，佛尊的水准较有解脱之见。但是即马要甲注意讲一下，初学的人要互伊离苦得乐，第一。渐处修爱叫修改，你无修改，大家咱大家吼无修改，你必定爱个会个在会个在累犯。你若无去注意啦，比如讲你今讲唔对话，你无行动，变作再讲唔对话，后一日讲唔对，今年无改，明年嘛是个安尼。人讲世人性歹变，有这句话无？好变无？真正歹变。过去有诶，计错人嘛，不是拢有三字经，啊，即马着讲袂使，较早做囡仔中间吼，拢会加减啊歹嘴，即马着大家约束，啥物人骂一句罚十块，有无吼？较早阮有安尼哦，啥物人讲着一句唔对话罚十块，罚几块，可能有人有种，迄着是要控制家己卖唔对，所以今日即注意爱注意，最基本诶渐处修着一改。但是其他就有一种人，你唔免甲伊讲，人已经修法真好啊。那么你甲伊讲，这个就好，因为这个就是要叫你明心见性、开悟自性佛啦。好、哦，你就免甲讲啊。那就讲，有玻璃讲迄个弥勒菩萨，阿无修禅定，阿无断烦恼，人伊都无烦恼，通去断咧，要叫断烦恼。我讲听好无？伊都无烦恼，通去断，伊心都袂乱啊。吼、哦，啊！你要叫伊去断什么烦恼呢？伊都无烦恼通断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今仔日咱有烦恼呢，烦恼对这来，烦恼对这来嘛，对这个迷离组成起来，而且内色内底起心动念的，所以这个那在这段给讲就讲，你无坐袂使嘛。但我无卡，我的想法是讲，唔免你定坐，因为机关的机就是坐，禅定的禅就是思维。由思维中去定安尼，所以我唔敢鼓励做，你用心来看者。哦，安尼这个就是一个另外一种的法器，来去进修出来嘛。啊，所以这个会记得，这种的水准的人，都唔免加以教这个；无这种的水准的人，就该教这个安尼。啊，所以做你会记得，你心中，咱大家拢心中哈。可能我今仔日有跳起来较吃，听无？因为无定无非的人吼，迄、那个有定有非，就是由伊的语言内底
语言内底去互恁看。我讲听无？因为有定有非，就较有辩才；无定无非，较无辩才。所以一个说法的人，一定爱有非，有非就有辩才。法义无穷无尽。哦，可能我今仔日有比咱注意较悬一点点啊，安尼。但注意你就爱注意哦，七点先落线，你改未来的人一定爱改。记得哈，改未来一定爱改，因为你无改吼，有那是叫作业。定力无够，较会无改嘛。你愈改的人愈有定，愈有定的人改愈精微安尼。所以这段代志就是用这个五分法身，甲咱变化来搁再补充了解安尼。所以讲出修的对家，伫前开悟的对这个，哦，明心见性的对家。啊，若是讲讲出修的对家，慧能改是伫遮，心修改是伫遮安尼，安尼就有差别啦。哦，所以这个唔够，计讲五行的中间哦，看这个人的水准是先做安怎，该先甲教啥，伊都安尼尔，你要个教上管理人发多，安那像这种的人都已经有到这个非的水准啦，定非的水准啦，你去甲单单讲头前遐人连环了，该先不讲，哦，这个就只有差别哈、哦，所以用心甲运心，各量实性嘛。啊！但是今仔日要达到这定五慧的显露的出来吼，可能伊过去有修真济世，今仔开始当安尼，若无修真济世，袂当安尼。啊！你若讲无咧，你过去下晡白，你哪有可能安尼？无可能哈、哦。所以讲，定心甲运心哦，各量实相。所以佮讲，当高中大地乃至现中调时，圆顿本中哦。离行北地，这个就是讲东调东高中，啊，加这个现中，啊，再因为这个佛法吼，这个慧能大师这段中间在底下，在迄个时阵呢，所信佛教吼，在东调上界往生的着，上界往生吼，所以佮讲迄个时阵吼，高中啦、现中啦，吼，一时阵哦。迄、那个圆顿本宗，吼、哦，圆顿是讲迄个开悟的禅宗，予咱会当开悟这个禅宗。但是伫北方，伫北方的迄个地界吼、哦，较无遐盛行。因为这个圆，这个个禅宗是盛行伫南方，所以叫做南顿北禅。很了解吼、哦。所以伊因为迄个所在都无迄个禅宗，所以唯有新秀禅师，加大洋禅大的法量，法量迄个禅教。所以法量迄个禅教就啥，时时勤佛性，无宿家尘埃。安怎样吼？就是迄、那个啥，迄、那个注重迄个概论。因为迄个时阵是非新秀大师是较注重这个，所以这个易经的法量吼。啊，甲三地文殊，迄、那个是惊多啦吼，两个惊多的法，而这个法主吼，啊，甲这个三地文殊，卡拢从专清淡漠之中安尼，因为这个上呢，这个什么人，迄、那个陆皇帝吼，哎、欸，武则天，啊，佮拜新秀为师诶，所以立新秀为国师嘛，安听所以。所以不过人武则天哦，伊本身有脑顿的成分哦。武则天这个人根基真深嘛，因为我有甲咱讲过吼，伫释迦牟尼佛的时代，佛陀伫路顶过行，啊，到有几个囡仔伫遐去耍耍，啊，其中有一个查囡仔吼，捧一枚耍，伊本来分的一枚耍，捧起来讲供养佛陀安尼。啊，人尊者甲骂骂讲，开用耍要供养。阿佛陀较讲，你唔通甲念，因为因国人本来说伊一部分要供养我，但是伊这个身份、这个心，伊未来所得的福报，就是吉那未来有一个女皇帝，就是伊出世安尼。所以武则天就是会来做女皇帝，较有迄个佛法的意向吼，就是伫佛陀时代。
迄、那个捧沙供养佛迄个女小孩啊，呢，迄查甫囡仔。所以今仔日已经证迄个佛音嘛，所以来甲做女皇帝中间哦。伊虽然伊本来是要请上呢，叫人去请慧能大师来做国师嘛。但慧能大师无入去，无入去，甲用几句话甲回答过安尼。伊等于都略有所悟啊。哦，来到尾伊不得已还去请神秀来做国师。所以伫这个中间吼，三地中间吼，拢从无论占修的，啊是迄个个顿悟的，拢总是以淡泊之中为主安尼。啊，但是淡泊之中为主，因为淡泊之中为主有两番立境甲行入嘛。行入就是啥物人？行入就是心修的方法。这有讲过吼，啊，立境就是迄个慧能大师的方法安尼。哦，所以立入就是七教五宗，啊，行入就是占住修，所以这个是给讲安尼啊。拢总是淡漠的主要哈，的主要，所以又不离现哦，又不离现，已经讲接护之际了哈。哦，这句是给讲啥呢？在北方的中间哈，无现迄句接心接护了呢。结果是这样的哈，伊讲即，伊敢若讲即困尔嘛，相当有一句话啦吼，即心即困，嘛即句是心是困，即拢有讲过啊哈。理性无别分，这句话吼，有讲是心是分，是不是心安尼哈？这句话都变成讲理性无别分。我我今嘛讲这话吼。拢属伫禅宗这边的，所以注意吼，恁啊要看，应该禅宗在找，尽量找时间来看，就是团顶浪、五顶会员、甲智外浪是几本册。安怎吼？即本册来研究，安尼对这个开悟的这个佛法基础吼，可能较会有一个基础，较适应了，将来你的方针较列出来。啊！但是变怎样断烦恼，你一定爱由唯识中来去了解。即毛即本如开书结论吼，我若有机会，后摆是爱讲。真正呢，因为如开书的论吼，伊咧讲十七地中间是较重点是迄个菩萨地。那伊今生今世因缘啊，个生命有遐长的话吼，可能较来讲迄个菩萨地安尼，啊，毋代表暂时讲毋知影。好，安怎吼？所以来对他讲，在南方迄方迄边是无显迄个，迄、那个叫接心接护之宗旨嘛。哦，迄、那个字就叫讲宗旨，但唔过在北方这边，在南方这边有，安怎样吼？但是伊下面较过讲就讲坐客而定，向圆中灭转，哦，随阿慧主心合必定数安尼。那么这句话是安怎讲呢？伊讲坐客而得一个指慧能的徒弟迄个心会，而得就是个指心会啦哈。心会大师，啊，心会大师嘛开悟，因为这本经典，迄、那个啥物人呢？就讲有计讲迄个恶性吼，恶性就计讲这本六祖坛经是心会著作的嘛。所以心会大师会使讲等于。伊慧能大师有讲话，伊可能有个疾病。比如讲，伊个记录也不得讲吼。安怎啊？比如讲，伊讲了，规个记录起来，为着要出版，个记录起来。但这个做客吼，慧能大师完结了二十五年，吼、哦，伊恐惊这个个南顿吼，这个会灭绝去，所以伊真有心注意弘扬，所以唔讲恐完终绝灭嘛，灭绝。所以以前么都没啥嘞，没还讲，没还修自心的人，
修自心吼，念海修自心，敢那停顿伫迄个嫉妒妄想，敢那像较熟伫迄、那个北方，北方迄个新秀的话，啊，何必就讲无要研究？何必的意思讲无要研究迄种人，啊，敢那逐日通结单做迄种，所以就讲灭遐个人安尼，吼、哦，因为安怎呢？今仔日南顿迄边，南顿是修禅的思维修嘛？以即心即佛，是心是佛，离心不别处，即问题是讲在，较注重到即个开悟。但是海啊，这边的人煞去予迄边的迄、那个，北方游过安尼。所以即嘛，即学得就是即个心佛，就有间小可念一个，讲点安尼唔对。所以我唔敢有甲诸位讲过吼，有一个禅师吼，看伊的徒弟。一个顺了房，啊顺了房了，看一个大徒弟吼，结困安尼。啊，这大徒弟唔是讲伊无水准的昏沉困咯，伊正师傅甲哭一个，用一个物件对着门窗头甲哭一个，爱着目睭着开开，啊甲师傅看一个佫困，啊正这师傅着行过，行过即马佫再行过，佫看一个了房内底一个地主伫咧打坐，哦安尼坐甲安尼好，真好看。安尼哦，伊就甲念，讲头前恁师兄，头前恁师兄去修禅，啊，你带只去空虚妄想，啊，这话甲听起来确实有一点啊反常。但是为什么较会甲讲伊空虚？伊修禅吼，是适应咱这个身躯的需要，该休息就去休息安尼。安听无？啊！但是伊伫遐个坐咧，应该休息个时间，你搁伫遐坐咧。伊为着啥要坐？就是为着讲伊要成佛嘛。所以迄、那个为着要成佛，皆修定。所以师甲讲，你皆空虚妄想，修定哪有可能成佛？所以甲皆甲讲，伊直接着看伊心嘛。讲你皆空虚妄想，那像迄个马祖道因吼，伊还袂成就佛道，进行做无拢打坐，还记得无？化妆就叫人摕一块砖仔在伊面头前遐抹嘛。啊，即抹中间即嘛，即个道伊就讲：师啊，你抹砖仔要创啥？伊讲我抹砖仔要做镜嘛。啊，即个就问讲，即道伊就问化妆伊师傅嘛吼，讲你抹砖仔要怎做镜？伊讲我抹砖仔未做镜，你坐为着啥？讲我坐为着兴奋，坐哪兴奋？啊，才会甲问讲，啊，无变哪成分，就伫遐甲拍破迄个观念，较教伊体会出来，是心是分，离心不别分啦，伫遐所在甲空出来。哦，所以即马即个禅师，看伊徒弟伫遐坐，拄含等于倒伊个，下迄个翻版就对啦，倒伊个翻版咧，所以无伫遐甲念。安怎？因为倒伊是较早。所以到尾，他叫医生到了，他叫做妈祖道音。这妈祖道音不是随便讲的呢。不过这个妈祖不是迄个妈祖哈，记得哈，不是即马这个人计较胡胡叉叉这个妈祖，哈、哦，不是安尼啊。啊，所以到尾成道了，他叫做妈祖道音。即马这篇就淡两点钟啊，你甲想看卖。哈、哦，这内容真充足了哈，真充足。所以现在这个心会不敢不说啊，你们知道哦，刷我们师父那个慧能大师所啊，跟这个道通所传的这个理念哦，把你们说放掉，所以把修那个禅师修的这样要敢不，所以为着要度病啦哈，而且这个执法就是病，不是要度法啦哈，这个要注意啊，因为怎呢，从现在的根基无同，所以是随缘客家。你绝对袂得值班呢？难道一定爱坐吗？我正注意一下。所以我唔敢注意讲一个，因为禅宗的基本吼是无叫咱坐啊，是叫咱静如思维。所以我唔敢甲注意讲一个较方便。你如何修这个禅定？你如何好好如何看经藏？看经藏一定啊，定慧就出来。但是一记咯。一、那个禅处修的戒吼，你袂使放掉啊！你若放掉，我甲你讲，你敢若疲劳，你就死啊！你要注意这点嘛！你一定爱断除邪欲，必定爱断除邪欲。
你若无断除邪恶，你绝对无精神，你未开悟智慧，未智慧未出现哈，这点要注意。所以伊就讲，伊要甲破，就是要度病，唔是要度法。因为八万四千法拢总佛陀讲的，什么人要修拢总对。你绝对袂使讲修这种的人，摆脱这种，袂使安尼。不过讲讲个对道，你啊，譬如讲我今仔日要修这种，绝对爱甲众生教着，唔通啰嗦，唔通安尼讲无三件，这点是上危险。我简单比如一个例，你要叫人去西方，你绝对唔通讲念不得去西方，无遐好看。安怎样？你要修华严都较好呀，你要修唯识佫较好，要修禅宗嘛较。但你拢讲看这个人，我咧水准了无？当迄个真话长老去山顶安尼，爱得加知影讲咱继续弥勒净土，教中间修弥勒净土。哦，那么我得还没讲啦，伊即马得加讲一句讲，个人的因缘修这种拢对讲对，绝对袂使排斥别人，我袂使啊，排斥别人都唔对啊。因为拢总是佛陀讲的啊，伊讲对，拢佛陀讲的，所以种种根基讲出来嘛。未使拜天，是咱即马重要是讲这法师吼，从这个伊要注重对一个净土中间，共讲了上过啰嗦，变成害地主，这点我计不服尔。比如今仔日你要教人修西方，你一定爱西方三经爱共讲清楚，一定爱共讲，迄毋是小善根会当入去，你一定爱，就是你要念佛、持名、念佛，一定爱念到一心不乱。啊，做人也无计共讲个详细，啊。今仔日咱要发扬道术论，一定爱照弥勒三经。啊，你若是无照弥勒三经，你就是违背如来经教，安尼袂使。所以我正要甲注意讲吼，是法是拢讲八万四千五拢佛陀讲的，但是今仔日伊在下一句是甲咱讲，日是积烦恼会生病，爱注意哈，唔对。所以甚至呢，伊即马即个解方禅师甲讲安尼吼。讲新修的迄个个北站吼，即个拢总是属于方便安尼，属于方便的八万四千块拢总方便啦哈。啊，那是弯顿较叫做迄个就实法啦。方便法归方便法，因为要接引众生爱叫方便，众生根基无同，有时用阿含的道理讲好听，哦，迄个叫做方便。但是重要迄个弯顿，迄个就实法啦，所以即个法。有分作观法甲实法，哦，两行啦哈。这种的人有这种的教育，啊，这种的人另外一种的教育，这个就是要伫正悟生活，啊，这个渐出修。但是会当伫正悟生活的人，绝对有过去无量过渐出修完，因为一定要净土业性嘛。你不净土业性，迄个如来藏的地根未开的中间，你要开悟不可能。哦，所以现在在讲，方便有那是五祖大师哈。五祖大师的迄个个教授的嘛，五祖大师教授安怎讲教授呢？因为伊当初有两千几位弟子去听伊讲经说法，伊总是爱教，教伊中间遐弟子参差不齐。比如讲，咱大家烧香吼，咱这人大家参差不齐，可能有的人是较突破，啊，有的人可能还阁无去修改，还阁唔敢修改。所以恁今仔日吼，阿弥陀界、阿弥陀界、阿弥菩萨界的人吼，恁爱感觉家己歹势。啊，你既然我着一笔鼓励啊，鼓励恁来修改啊，迄个叫做讲出修。但恁这么听听，恁有一点仔道理落心吼，可能恁加注重开悟这方面啦。哦，所以这本《六祖坛经》实在是应该是这个。完顿五这方面的啊，
但恁今仔日若到无修改，要达到完顿哦，是较无可能哈。意思即个，因为恁个作业嘛，边有真侪业力，去甲恁牵内底，还佫有一个真侪莫名其妙迄个心哦，会佫学袂起心动念，安尼恁要开悟较困难。爱注意这点，所以恁一定爱实在落实落去修，哦。所以嘛，佮讲即个方便吼，五祖教的嘛，安听好无？五祖教伊唔可。迄、那个新秀大师，佮讲心如菩提心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佛事业尘埃。这段新秀的境界，五祖唔敢甲讲，恁来当时时勤拂拭，卖过遮尘埃，恁绝对袂对了三摩登。这嘛是一个肯定，肯定不得，这个是由积善来得，鼓励鼓励积善，爱时时勤拂拭，就是等于时时反省。安听无？时时反省忏悔，啊，无变作时时勤拂拭。迄、那个菩提本无就免解悔戴，要对得去时时勤拂拭哈。所以迄个是时时忏悔修改意思，哈、哦，迄嘛是讲，伊嘛是五祖甲伊讲的啊。但是五新秀讲安尼了后呢，所以伊回这个个佛王金祖师嘛是甲伊印证讲可以啊，哦，安尼修嘛是可以。可以唔过看对啥物款的人，但是袂使一般的讲我安尼就好啊。今仔日你若无跳出这个问题，你唔来讲啊，人会人五祖弘忍祖师讲安尼嘛会使啊。啊，你即阵停顿安尼就好，安尼你就唔对啊。有一个地主啦吼，伊在时啊就安尼做大哥，做到真热心。啊，生意做到六点就关店，就要来听经啊！吼、哦，啊，唔过其他有时阵吼，啊，佫袂当富强，袂当含别人遮尔用功。但伊甲我遮含伊托你讲，若我安尼吼，我感觉真满意啊，因为别人还佫对我袂对。伊计看后壁计惊人约伊袂对啦，伊无看头前一大堆人已经变做伊个头前啊。我管你听无？啊！伊讲我呢嘛会使啊，无唔对啦。伊都分段人讲我呢会使啊，哈。啊，听好无？你若分段讲啊，我都我解到啊，我那得个菩萨解。嗯，啊，我那话去修，要时间到我就来看，我就来会付啊。我你讲哦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你绝对唔通看后边人。头前一大堆人约伫你个头前，你无想讲去定人拢伫我头前啊。哦，安尼袂使啊！你唔通讲，嗯，人先受迄嘛掉掉无唔掉，就是看迄种人会掉。啊，那是已经超我了，迄种都唔掉啊。我看你听无，恁着惊做情，唔通去惊讲后壁通两三个你。讲、嗯、我嘛是惊伫人个头前，你闹腮尾你。因为你着闹腮尾，我无骗你。听无？哦，我讲你是较粗鲁啦吼、哦。不过，这阵台湾的俗语就安尼嘛吼。哦一班五十个人，你五十七名，你去赢两、赢三个，你要你去争第三，你有啥物通去争第？俺了解吼，啊，我有啥物通去争第？有诶，卡袂着啦，我才讲一个假话，卡袂着就讲，俺我八关斋干嘛做鬼片啊呢？啊，我嘛真良心咧，啊，我嘛真布施咧，我今日就安尼坎坎坷坷。注意，我讲你安尼好啊嘛，无恁含我比过。你对我会对袂？比看卖，咱比看卖啊！我感觉万年，但我嘛是要讲有坎坷嘛，有坎坷呢吼。业力现前嘛是爱透气啊，我嘛不万年。你比看卖，恁含我比，恁对我会对袂？恁一礼拜出来听一遍经啦，啊一遍拜佛啦，有诶都还阁无要出来拜佛嘞，我含知影。啊，有诶叫着做义工就安尼。安尼无啥真缘的啊！你即马就想讲，我对佛教发心偌济，你唔通讲佛祖无保庇你啊？但是我真教无啊！人海摩尔山吼，我着对人无一块皮使大的，安听好无？我有外教，所以学无止境，会记真功德一定爱度众生无量无数。你着想讲，你敢对佛教发心偌济？你对师父有功夫无？对三宝有功夫无？你绝对唔通一点仔感觉，你就计甲佛祖讨钱啊！我嘛真实心呢，
你就想说你收多少，我说你听不懂，那一点点坎坷啦，你就这样买靠买提啦，不可以。啊，我呢，我敢不可以，我和菩萨摩诃萨比起来，我今天地藏菩萨位里面，我要和摩诃萨不比起来，不过在这个世间，今生今世，我应该和这法师会比起来，因为我的努力不比别人较落后，但是我敢袂使讲安怎，袂使真啊！安尼你就变骄傲，因为毕竟贤人吼，阿个属圣人，但是圣人之德阿个属天德。我讲你就听好啊！但你若七修八修吼，你若变相关吼，啊，恁就罪恶啊！听有给听，无要修改，啊，讲会有给讲，讲会样讲哦。但戒行无要做世间的标准，迄叫做向缘得之职业。那么恁就做业足重啊，唔当修法变安尼，会用讲啊，不用修改。你会辜负天、辜负地、辜负三宝因、辜负殊因呐，听无？到终极究竟必定对了，我无骗你。听一人啊，做一款。爱了解，安尼唔对哈，明知故犯，俺必定差不多过高啊，迄类个嘛，听好无？这唔是笑话哦，哈、啊，爱注意哈。所以今来这个讲，五祖大师嘛是跟你讲，安尼嘛是五祖嘛是应课啊，哈、哦，然后安尼修买当入道啊，时时勤拂拭买当入道啊。爱要入道是天，首先吼，凡夫要提升起来吼，一定爱时时勤拂拭啦，听好无？啊，唔过本来无一物，何处家真爱呢？这个就另外种个水准啊，你来注意啊哈。所以可入道，但是起不正是戒禅之法啦哈。这个就是讲色之妄想迄个戒，不过这是禅的用法吼，不过一般通用是安尼用啦。不过这是禅应该是正路较对啦哈。但是庐山弯弓吼，这个就是庐山回弯，含佛陀耶舍两梵经啦，所译的这个《淡摩禅经》两卷，吼、哦，伊有那有明辨，讲到戒禅的文化是渐趋方便，所以要讲讲戒禅这个打坐吼，这是叫做方便法安尼，方便法。但我现在跟诸位说一下，不是一定要这样修。我跟你说，这是方便法，方便法有无量法，不是一定要这样修啦。要记得，我跟你说的那个可能跳过了，那个禅定的禅，禅修可能比定的修更好。专心致意经中的思维，哦，这点是比诸位更加好，因为我是安尼入手，听哈，我安尼入手，恁有奈用安尼来入手，可能无较歹安尼，哈、哦。但是这点含天大宗，哈、哦，因为以前咧讲回万家哈，啊个印度来这个佛陀也是两个印度经啦哈、哦，所翻那个这淡摩禅经来这两关系有讲到禅坐门户。是渐趋方便安尼，哈、哦！但是这个含天台宗、甲新秀门下的处向，应该无两样，这个叫做无数。哦，所以结讲打坐也对啦。这个街坊上说，伊讲出一张文出来哈，讲打坐也对，啊，着这个人你都无叫安尼都袂使，伊都袂安尼。我你讲个真正，这个人若固执个吼，为甚物甲改变无法度？啊，这样我甲诸位讲，你要坐唔是唔对，我甲讲唔对，袂使坐。不过诸位你一定爱跳过，唔是一定爱坐，看会当跳过一个。吼、哦，这点就是要甲咱教安尼，因为禅定甲止观是两行多变，止观，但是这个禅定就是观的多变安尼。吼、哦，你一定要注意这点啦，吼、哦。所以现在对吼，我们甲讲，这个个打坐这个吼。天台宗加这个个，因为天台宗内底有写到这个机关嘛，哈，天台宗有写到这个机关的册，所以讲天台宗的机关含新修的意思哦，应该是相像安尼。
啊，但是这个道信四祖哈，数十年，伊这个歇困，看到这肩胛头，伊并无去困着蒙床安尼，即句就讲安尼，哦，歇不自性了哈，这个四祖，迄个是个四祖就讲道信，安尼咱就知影，哦，有了甲不了的两种法门。这个四祖就是伊拢规世人拢坐，伊这个时间拢总有人加看，伊个团顶拢吼，伊无困，差不多有四十档安尼，无困有四十档拢坐咧啦。所以是今仔日甲讲安尼，咱就当了解啦。有这个了义的工作，甲不了义两种的做法，是总统两种的主旨，两种的做法。所以今仔日要讲安尼就无法度，你讲叫伊卖坐嘛，无法度咧，伊就。坚持安尼，哦，啊你，啊有个人讲者就听啦，讲者就听，伊就用心落去考虑，落去建教的思维啊嘛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这个有那是由个人的见解啦，看是浅啊浅啊呢。啊，那浅浅的人你叫卖坐吼，系、哦、啊。那就讲，那无坐就是唔是个修行嘛，吼、哦。那无坐就唔是个修行。啊，不过你今仔日吼。哦到底爱坐唔免坐？你甲看到妈祖到伊，吼，这个个怀中甲讲者，伊就无个坐啊，就开悟。哦，所以有这个由个人的见解，看是浅还是浅。所以不依调物，不调自性，而定法义的偏妄。我到底得爱调心，调心还是唔免调心？唔免调心，调心调心还是对？唔免调心，唔免调心还是对？所以我他妈讲迄个禅师吼，一个地主就坐到那像安尼，好安尼，如如不动，那就坐到那像大道仙的安尼吼，大道仙怎么样？坐到像弥勒佛的，安听吼。啊，有的呢，菩萨都是化化妆的，一定爱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伊无考虑这个问题嘛，吼、哦。所以这个调到不调，这个行吼。事实讲，绝对莫甲讲对甲对，唔对，伊都无到伊根基就安尼尔。你要甲伊讲安怎？所以唔客气讲，自随病而对治嘛。伊都有这种的病，伊都妄想心不断激起的病。啊，你即马就甲加数学安尼，哈、哦？啊，你都无这个病，现在就过安尼。所以我即马甲你讲，你即马好好去学，学到将来你明法义了，通去显露大乘菩萨的形出来安尼。你卡得个坐别创啊！难道你即马个会妄想吗？哦，即马要注意，所以唔免讲赞助是回避啦，免讲这边卡对，那边唔对安尼，唔免啊，因为两行哦，暂住修归暂住修，顿完顿悟卡归完顿悟安尼，所以这个就是众生的根基境界，这低境界你要讲叫伊买都未使啊，而且高境界你都。你就叫伊，你若莫甲伊讲坐，伊就毋免坐。伊就知影讲，我都无必要坐。我好好深入经藏来为众生努力安得好啊！哦，即、這个就毋免甲伊，毋免赞助而回避啦。所以这段是戒方大师伫即个相关传内底讲的安尼。哦，所以即个就是啥呢？因安尼，因为伊这段是牵连到即个头前吼，头前即个个，因为即个个个智性。讲因师拢教因，哈、哦，自心观境中做本哦。啊，这段非常得个排斥，那是安尼。哦，所以即嘛，我到解放的本身吼，解放的本身是较用较中肯的，因为向的人你无好坐袂使，啊，不过即向的人唔免坐。慧能大师这边伊都有一个高根高水准的，所以地主拢高水准的，很听吼、哦。啊，你这边新秀这边的地主就较属于迄类的。啊，新手就甲教这边你打坐吧。啊，所以有的讲念佛就好啊，啊，就初心念佛啦，念啊念，佛法都无必去研究。所以念佛啊愈兴，佛法愈随迷，到尾佛法会灭，就是灭伫念佛里。安听无？何以何在念佛中诶灭去？即卖咱就卖好变哈，弥勒尊好啊。